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超经典的这个泰式料理哦，泰式椒麻鸡。那这个泰式椒麻鸡，同时也是我自己本人呢泰式料理里面的最爱哦，每次呢都是必点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看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主角哦，鸡腿肉。那这个呢，建议当然是直接买去骨的。那腌制之前呢，我会建议你先就是做一些划刀的动作，那这样子呢，有一些断筋的作用。哇，你看看，超大只的椒麻鸡腿排，好，不啰嗦了，来吃一下吧，选一个小块一点的。嗯，超好吃，基本上这个还原度应该有90%了。不过呢，老实讲，跟正统的椒麻鸡还是有些差异。例如说，如果你要有那种很麻的口感，确实可能在煎这个鸡腿排的时候，你可能要甚至放一些花椒啦，去把这个麻味逼出来，会更像椒麻鸡。不过这个呢，只有辣味而已哦，所以呢，更讲究的朋友可以再加这个花椒下去煎鸡腿。好，那你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做看看这个非常好吃的泰式椒麻鸡腿排哦。那喜欢我们的料理的话呢，欢迎订阅菜单研究所，每个礼拜呢都会更新新的食谱哦。任何相关问题呢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。那这次的分享呢，就到这边喽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